日前，杨洋资讯站公开一组金丝眼镜男友大片，并附文八月的男友秋日的恋图，七夕限定浪漫邀约，一起奔向未来吧。照片中，杨洋一身学院风穿搭，尽显秋日优雅、儒雅、帅气，男友风满满。网友看到直呼侧颜超好看，七夕节值了。身穿黑色西装、白衬衫的杨洋，随意一个眼神，都极具霸道总裁范儿。佩戴金丝眼镜，置身初秋微景中，红墙楼宇氛围感十足。上衣和裤子都是非常基础的西装款式，经典的翻领设计，简约又大气，搭配一件V领的竖条纹衬衫作为内搭。虽然属于简约风衬衫，但是却能将人衬托得更加随意。身穿一件白色 T 恤，搭配黑色针织开衫，学院风穿搭，简约又优雅，标准的男友造型。身穿黑色西服套装，搭配金丝边框眼镜，看起来斯文又金贵，散发着金玉气质。两身不同的穿搭展现出不同的风格，每一种风格都分外帅气。喜欢就订阅呗。